讲一下这个字符串的一个介绍啊，数据类型之啊字符串类型的作用，字符串类型呢、STR，好，作用是什么？记录描述性质的数据，比方说人的名字、性别、家庭、住址啊和公司简介啊，它描述这一类型的，好，这是它的作用啊。